今天是9号，嗨大家，然后今天是9号，然后今天是礼拜四，我也要工作，今天没有去公司，然后今天的行程呢，有什么行程可言，就是工作，然后中午我想跟我妹去吃一间附近的咖啡厅，就很近，然后再回来工作，剪片，今天晚上要上一片，对，就是工作的一天。给大家看我最近买的杯子，我非常喜欢哦，它跟我指甲好搭。它在就是它自己在 Chai 的专卖店，然后那上面就写 slow down， 然后老板说是他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能出门，他们店里面有什么客人，他就想说想要做些事情，所以他那时候就出了一系列的商品，然后这是其中一个 slow down，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慢下来，就是在疫情期间也可以慢下来，然后好好调整心，就是怎么讲，就是调整生活的作息之类的，对，所以他就做了这个杯子，然后这个杯子就剩2个，我跟我朋友就把它买走，因为好像之后会做别的新款，就不会再有这个款了，对，然后我觉得超级可爱，我最近的爱用杯子，我非常喜欢买杯子，对，好，那大概是这样，我要开始工作，10点要开会。嗨，我还要在吗？给我给你。嗨大家，因为一些原因，所以我就不出去了。就是工作的关系，也不出去，不去吃午餐了。然后我妹 也有事，我妹今天要去我上次去的那家中目黑剪头发的地方，因为我跟她说我很推荐，她要去烫头发。然后我现在有点饿，我想要喝 chai。我刚才说的那家店啊，就是我买那个杯子的店，他们有出这种一包一包的。我之前我买送给朋友，他们都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这次买的是 original 的 chai mix 的。Spice Original， 然后就是它的原味，它还有其他是比较辣或是比较甜的。对，我现在来想看一下它怎么做。它可能一大匙很多耶、欸、看得到吗？砂糖，把它倒入牛奶200ml。这个世界的阳光很好，要来吃了，看起来超好喝的 yogurt。 吃的面包，这是我前天在那个纯纯食品来的。你说什么单眼皮？大家现在晚上，妈妈现在几点啊？7点半，要吃豆乳锅，白色豆腐，
You could put your bubble goose on my one night stand, yeah. Put up the lights there like a snowman in my night dress. Pine needles and marijuana in the air and I swear. These nights ain't they rough when December come around. Just the season of the cuff. Keep my mind out the gutter. Make food with extra butter. Make two with something other than you. Another lover, so these reunions and black liver. 阿里奥西的有那个。Say hi. Hi, people. People? 日本語で。え？日本語で。日本語で？うん。こんばんは。今夜の11時半、12時ぐらいです。はい。シャワー浴びてました。お風呂入ってましたよね、君。お風呂行ってました。今日なんか顔ツルツルしてツルツルしてませんか？なんか塗った？ニベアは毎日塗ってるけど、へえ、なんか変だな。嗨大家，太阳的手机宕机了，所以等他一下，讲完电话就要来睡。现在大概现在几度啊？怎么这么冷呢？不觉得这很可爱吗？大家认识他吗？他是史努比。他是 Snoopy 里面的 Olaf， 他叫做 Olaf。ここでサムネイル作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あ、本当いいよ。うん。いい感じ。いい。OK。ヒドゥ何食べた？食べた。お昼？うん。サブウェイ。ええー、だから吹雪にあれ送ったの。そう。へえー。吹雪働いて。かなと思って送ったら違った。しかし青学だから。あ、そっかそっか、近いじゃん。そう。嗨大家，不知不觉跟太阳讲了30多分钟。对，我们平常基本上如果没有见面的话，就工作时间都不太会讲话。对，我们明天见，拜拜。So早安。日本大同那天有拍照，专科咖啡。早餐是ちょっと取ろうか。ちょっと食べる。これ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みたいな。あんぐらい短いもんね。汚くないよ。普通に髪の毛だから。这是后泡切是不是？是不是？嗨。很好吃，而且这样才500对不对？这个拿着550 set， 我是可以介绍是你的男朋友还是不要？可以啊，可以。我今天跟我妹跟她男朋友来吃早餐，这个很麻烦。嗨大家，现在中午了，然后我刚看到这个月历还没撕，我要来撕它。觉得撕这个超有意思。大家买明年的月历了吗？撕掉。10号，今天是10号，星期五。然后呢？现在已经1点了吧？打算来吃午餐，家里没人呢。今天要吃什么好嘞？打算把昨天还没有吃完的豆乳锅，然后加肉跟一些菜就可以吃了。有没有看到厨房这样露出来？真傻眼！Feel even now.
这两天的影片是不是就走在吃啊？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无聊 ？I'm sorry。嗨，大家，现在是晚上5:12了，时间过好快呀、啊。然后，哦，突然想到一件好笑的事，我昨天那支影片可丽露不是就这样把它拿到前面要给它对焦吗？然后我朋友就看了说。那、啊、你 GoPro 功能应该没有对焦这个功能吧？我就想说，嗯，好像是哎、欸，我到底在对焦啥？对，好好笑，好蠢。好，那现在是周五，明天就礼拜六了。我觉得这周过好快、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拍影片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晚上，今天晚上没有什么行程，今天晚上的行程就是工作完吃晚餐，运动，然后跑步。要运动完，我预约了一个音绘画的课程，30分钟，然后看日剧。大家有在看这一期的日剧吗？这一期的日剧我觉得蛮多都还蛮好看的，像小栗旬的《日本沉默》是礼拜天晚上，再来是今天礼拜五是纪高由里子跟另外一个男星的最爱，也蛮好看。还有坂口健太郎，礼拜是礼拜三吗？的那个离有。就我忘记名字叫什么了，我把名称贴在下面。那部也蛮有趣的，蛮好看的。对，就这期蛮好看的。我应该还有没有讲到的啊？那个 Ayano Go 林野 Ayano Go 刚对演的阿巴浪奇，我也蛮推的。对啊，分享一下。我昨天就是，哎，我今天还昨天，今天看小水瓶小姐的影片，就看她吃一枚泡芙，就很想吃。那没想到我们家里也有，这应该是我妹朋友之前寄来的。之前还有巧克力跟草莓口味，大家最喜欢吃哪个口味？我觉得都蛮好吃的。等一下再来吃。どうですか？大蒜，太阳很暖，加什么都可以。对，真的这很烂。加什么都可以。哦，它是一包的、哦。对，洛梨沙拉，洛梨的日文是什么？红苏味。啊不，啊不。红萝卜，可是我觉得没什么红萝卜的味道就是了，但是很好吃。山形县的，嗯。红萝卜酱沙拉酱，它上面写说可以加沙拉跟什么生火腿吗？赞。吃饭发现。啊，ごめん。俺、夜準備してなかったんだけど。もう一回。はい、大家晚安。二回目です。ちなみに夜の。すいませんって。取り直しですこれ。すいません、私のせいで。やったことをもう一回やります。すいません。早めに。早く。
嗨大家，我今天呢我刚才拍失败，然后重拍，要重拍，我好抱歉，对不起太阳。好的，想说这两天我都在家，就只有拍一些我吃的东西嘛，你们可能会觉得很无聊，虽然可能也没有人想看我睡前到底使用了什么保养品，但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但我的保养品就是会换来换去，对，目前还没有说真的一直用什么用很久，就是善变的人。不过呢，这个呢，今天要介绍的是我朋友之前帮我在台湾买的一个睡前用的，睡前我比较适合冬天啦，秋冬的活萃修护精华露，是绿藤生机的，看得到吗？我觉得它非常的保湿，重点是它很快就吸收了，就被吸收的感觉。给你们看它的那个质地，对，我第一次介绍，我好紧张，给你们看，就是长这样，长这样，那就咻一下吸收，就是真的很快就吸收。我自己蛮喜欢，而且我觉得味道很香，也不是很香，就没什么太浓的味道。对，这个是我朋友之前推荐我，然后我就用，我觉得很好用。我今年秋冬才开始用。下一个是脸的，再来一个是前阵子去 Innisfree 买东西，他就送了一个面膜，然后它是用 rice 就是米做的，这个它是石墨的，它有很多口味味道，他送了几个，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蛮适合冬天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涂完之后，最后就涂这个面膜，这个可以用蛮多次的，而且它长得好可爱，我觉得 Innisfree 的面膜，买这些东西不会有折扣吗？只是纯粹我介绍而已。再来是护唇膏。リップです。次はリップです。もうすぐ終わります。いいよ。觉得我很无聊。再来是那个护唇膏，一个也是绿橙生机的，然后一个是 Kiehl's 的。跳舞感觉用了很久，因为好像只有秋冬会，就是只有睡前会涂啦。然后这条也是我买那罐那个精华露一起买的，两个我觉得都很不错，它们的质地有点像啊，就是油油的，所以秋冬的晚上蛮适合的。这条的给大家看，我刚才涂过一次，再涂一次，就是它，我这样挤出来，就而且味道，我很喜欢它的味道，哎，很香。对，这也是绿藤生机的。大家有买过绿藤生机的产品吗？我买了他们家这两个，还有洗头发的，但目前还没有用，用好用再跟大家推荐。最后一个ハンドクリームです。中国語は护手霜。言ってみて。はい。無視されました。好的，这个是护手霜，就是过年过节很容易收到护手霜，所以很少买护手霜。像我现在在出门用的那一条 Innisfree 的护手霜，也是之前公司办活动送的。然后这个是，也是我妈妈的朋友送，但我妈自己也很多条，就给我这条，这条比较大，所以我在家用，就是睡前会涂一下。这个味道也蛮香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过香，但我觉得还行呢、啊。这条是蛮保湿的，大条的放在家里。好的，我的介绍结束了，超不负责任介绍，但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太流畅了，質問です。質問じゃないや。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はい。登録者数1000人に来ましたが、感想を教えてください。いつも動画を見て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あ、こう2人がこう楽しく撮ってる動画が、こういろんな人に見ていただけて、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これからもね、動画作っていくんで、見ていただけたら嬉しいです。谢谢大家，就是都会来看我们的影片，然后还会留言，就跟我们说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太阳每个留言我都有翻译给他，对，他就觉得大家都很温暖。嘿。
ちょっと感動的なことを言ってるんですが。ごめん。失礼します。然后就对，然后他就说好想赶快去台湾，我就说哦，希望明年可以带你去台湾。对，就很谢谢大家，而且拍 YouTube 还认识很多认识很多新朋友。对，像是东听那个水瓶小姐跟好好日本，我就也很喜欢他们。对，好，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这支影片，然后明天开始也请多多指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いい感じに撮れたかな？好的，那我跟太阳讲个电话，我们就要睡觉了。皆さんおやすみ。晚安，people. Bye. Good night. Peace out. やめなさい。Last Christmas. I'm giving my heart.Very next day, yeah, you gave it away. You gave it away. You gave it away. I'll give you someone special. Okay. Oh, Christmas tree. Oh, Christmas tree. Been wondering just what you want.